涵在2018年结婚，并于隔年生下儿子。2021年再迎来一个女儿。她不时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家庭日常。她于近日公开了儿子首次上学的影片。儿子在第一天上学时心情很开心，和陈意涵一起大喊加油，并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。看到娃娃车没到，还问怎么还没来。后来终于顺利搭上娃娃车，她也开心地和妈妈挥手说再见。对于第一次去上学感到相当期待，但没想到到了隔天，儿子的情绪却出现极大变化，开始大哭，直呼不想去幼稚园，让大人不得不拖着他上娃娃车。儿子甚至还哭喊跟着我一起去。突如其来的大转变让网友看了纷纷笑说太可爱了。大哥，走，Let's go， 走那边。其实我让你一直在那让啊，你放前面就好。哇，你坐前面的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珍珍，我相信你做得到哦。我先下课就在这边等你哈。对啊，你好。Thank you.